大家好，我叫陈志宏，来自 LMI Technologies 公司。 Gocator 是 LMI 公司的旗舰产品。 LMI 公司已经专注 3D 机器视觉超过40年的时间，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，我们已经打造出一套完整的 Gocator 产品家族，包括硬件、算法、软件，来帮我们的客户更好地实现质量控制、过程优化以及降本增效。今年是 LMI 公司进入中国市场14年的时间，通过多年的这个努力和积累，我们已经在中国市场打造出一支经验非常丰富的技术团队。他们不仅能够快速地去帮助用户解决现场的问题，以及提供各种解决方案，同时呢，还能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。 3D 是 LMI 公司的话唯一的业务，那么我们将会不断地在 3D 的细分市场去开发新的产品，保持领先的地位，然后帮助我们的客户取得更大的成功。 Gocator 4000 是 LMI 开发的第一款同轴线光谱传感器，和我们过去的 Gocator 5000 系列的离轴线光谱传感器不同的是，它是一个同轴光的设计，那么在角度兼容性方面有更好的特征。主要应用的场景包括 BGA 球的检测、曲面玻璃、 PCB 的盲孔等对角度兼容性要求比较高的场景。目前我们测试的客户反馈非常的积极，尽可能希望 Gocator 4000 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带去更多的价值。谢谢。